大家好，欢迎收看非常有聊。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了商务运营副总裁冯世汉先生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Hann, welcome to the show. 谢谢 ,thank you. First, I want to congratulate you. You just had a new baby. How's life look like right now? Must be very different. Life is great. My baby is not with me. So, good. 他们都在新加坡嘛、okay. 对吗？那年底才会过来。所以目前为止不会太忙。不会太忙啊，不会太忙，因为还不会说话，因为我不需要照顾小孩。你对小孩有什么期待吗？小孩呢，我觉得最主要是身体健康嘛，对吧？一定的嘛。那第二就是说，希望能够给他们多一点这个教导啊，给他们一些方向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父亲的一个责任嘛。那你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呢？做父亲？对自己，对自己就是我希望能够是一个像是一个 guiding light， 对吗？像我不希望是一个 very disciplinarian 这样子的一个 father figure， 就希望是能够不是做好朋友，不过至少是做一个能够教导他、引导他度过人生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角色。Yeah, that must have a lot of things learn from you. You know, my dad was never like that. My dad was more authoritative. 他比较是一个那个管的比较严的，对对对对。你想不要做强权？对对对对。刚才我们聊了一下你 baby 啊，听说你今天有带来你小时候照片，是想给我们一个 surprise 吗？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带来了两张照片、okay. 一张是应该是幼儿园的时候五岁的这样子吧、okay. 另外一张是我在墨尔本念书的时候、okay. 这小孩的照片还是有一段故事的、那时候我毕业典礼嘛，那当时候我是很害怕拍照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个照片里面的那个小孩是眼睛是红色的，为什么呢？已经哭了一个整整一小时、妈妈逼着我去穿了衣服然后去拍照的。所以你小时候很害羞？很害羞。你知道一个中文有一句话叫一个单词啊，叫小正太，你听说过吗？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啊，我送给你这个单词。小正太，正太就是小帅哥哦。然后呢，只形容在幼稚园的时候哦。OK， 小正太，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照片。第二张照片呢，其实是我在墨尔本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我最酷了，因为我有很长的头发。对啊，这个很不像你。他们给我看一下，我说这谁啊？我没认出来，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在念书的时候嘛，那是父母亲付钱的嘛。那我在墨尔本的时候是比较那个比较穷的。那念书的时候，这个在墨尔本剪一次头发要差不多40块。那我就决定说 ，Let's forget it。不是因为你的这个 spirit want to be wild， 也是有一点，就是说想、okay. 想试试看长头发的样子是怎么样，真的很不一样。对对对 对, 对。那旁边有个动物是怎么回事？旁边有个动物，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这个头发跟那只动物的这个羽毛是比较相似一点。这是 comparison， 这个还蛮有趣的。我们来聊一下那个工作这一块好吗？因为你在中国做这个 role 已经差不多两三年。快三年了吧？快三年了，快三年了。感觉怎么样？从新加坡搬到这儿来？第一年比较难受一些，因为这个搬上来，搬到上海的时候，太太还没到。太太到两三个季度后才搬过来嘛。那当时又在筹备这个婚礼的这个动作，所以就比较忙一些。不过后续家里人过来了之后就这个东西就比较简单了。对。不过大环境其实大城市的生活还是挺跟新加坡的节奏是相似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安排采访你之前嘛，其实我们同事都会去问啊，大家对Hann 有什么样的问题感兴趣。其实很多人都提到其实你现在很成功，因为也带领一个很大的团队、是怎么能够一步步有这样的一个 achievement， 能够有什么 secret 的分享？我觉得有 几个方向了。第一，我们真的是在我们这个工作的生涯中，你们大家都一定会碰到一些比较重要性的一些时间点。那这个机会给了你们之后，你们应该真的去把握这个机会。那除了把握机会以外呢，我觉得在工作上每一个人都要 own 自己的这个 commitment， 这个 deliverable 是很重要的嘛，对吗？所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大家都要多留意一下这些地方。就是看到机会点在哪里，然后更主动的追求这个机会。对吗？其实中国的业务一直挺好的，尤其在整个 global 的这个 growth 里面，我们中国的 contribution 也非常 significant。对，其实高速成长真的很不容易，尤其这么多年。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真正的说挑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整个中国的环境的市场一个状况嘛，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多机会。所以我对整个中国市场中国上的这个业务我觉得还是非常 positive， 充满了信心的， very optimistic。 你去拜访客户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每一次拜访都是一些新的公司成立了，新的人从美国回来创业了，对吗？你这个东西呢你就看得到大家都很积极的在看这个市场，所以这样子的方面呢，我觉得长远来讲，这个中国的市场还是很正面的，还是会快速增长。就整个市场的潜力也好，我们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好，对三摩飞的业务来说都是非常的 positive。Yeah. I like you say that because that's very important. Yeah, I really think it's a land of opportunities. It's really land of opportunities. That's very good because that gives the confidence to all the employees in China. Yeah. 5,000 people. Yeah. That's important. That's why I made the commitment to come because 三摩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领域太广了。而且又会做一些，偶尔会做一些creative 的 acquisition。I like your word， 对吗 ？Creative， that's good。你就更多东西可以玩了。没错，这东西对一个 commercial 的 leader 来说呢，有新鲜的东西是最好的。对的 ，full of opportunity and you couldn't expect。Correct。而且没有办法 predict。Correct。对吗 ？Correct。其实Hann前面也分享了你的 career 的一些 you know experience 啊。其实我们公司有很多很多年轻人，你知道，其实在这个公司里面80年代的，我算年轻人吗？这个我就不扛了、应该算。但80年代的同事啊占到我们公司的 population 70%。他们对 Korea 也有很有 passion， 他们也希望在三摩飞有这样的平台里面很好的发展。你有 specifically advice 能够给我们年轻的同事怎么可以更好的在他的 Korea 里面有所成长？又回到刚才说嘛，把握机会嘛，对吗？把握机会当然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承诺。这两个我觉得还是最主要的。那我觉得在 Thermo Fisher 是很多机会能够让一个人发展的。那不只是说如果你做销售，你想做踏入进去不同的这个领域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子做的。就算 Sandy 你想做 commercial， 我随时欢迎你。这是公开在挖角。对啊，没问题啊。好的，我还是很乐意做 marketing 的。但你前面提到就是抓住机会哦。其实抓住机会首先要机会来，你能不能给一些 advice 怎么能够创造机会呢？这个我觉得就是做一个 leader 的这个 criteria 之一。我觉得我们当就像我来说的话呢，当初是因为有 leader 给我这样子的机会，我才会逐渐的升上来的。没错，这个也教导到我要做同样的事情。So I have to do the same. So sometimes you know， 有些人会觉得说 age is a factor。Right, tenure is a factor,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ough, I think opportunity is very important to let someone actually prove themselves, right? So, 一旦你能够给这些人这些机会的时候 you will be pleasantly surprised. So, I think as leaders, we have to continue to do this, right? Continuously have to challenge the team to go beyond what they are supposed to do, right?这个是很好的 point， 真的，因为有时候就 believe in people and give them opportunity and also develop them， yeah, right？ Yeah， 这真的，其实是每一个做 leader 的，其实都应该很 stick with that role， yeah, yeah, and we have more talent pipeline， yeah, right？ Yeah， yeah. I mean HR can only do a certain role， I mean， but us as leaders， we have to do our part。谢谢你Hann特别来跟我们聊你的所有的这个经验和体验哈，也给了很多的好的 tips， 非常感谢，希望下次你还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哦，很乐意参加，谢谢Sandy。谢谢。谢谢大家观看非常有聊，我们下次再见。谢谢。The most useless talent you have. 转笔 twirling my pen. Something you love that everyone else doesn't. Ginger.Most hated subject at school. 地理 geography. Favorite football team. Liverpool. How many pull-ups can you do in a row? 3 after leaving the army 20 years. Yes, only 3.